大家早上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关于我们的新机 product， 就是 L Marina Blanc。所以基本上，我们要得到一个完美的皮肤，我们不只要照顾我们的内在，我们一定要同时在保护我们的外在，会伤害我们的皮肤因素。在外在会伤害我们皮肤，只有一个非常恐怖的，就是我们的紫外线。所以一定要从内调理，再加上外在的防护，我们才可以拿到一个100%完美的肌肤。OK，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老化过程是这样子的，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的皮肤看起来很紧实，很有弹性，是因为我们的年轻蛋白非常的多，我们的年轻蛋白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跟我们的弹性蛋白。但是当我们逐渐的老化到大概30岁左右啊，我们的皮肤会开始会有细纹跟皱纹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年轻蛋白 collagen 跟 elastin 已经慢慢的减少了，再加上外在的破坏，我们每天出去被紫外线的破坏，我们的皮肤从30岁老化到40岁50岁到60岁的时候，基本上就会像这个第三张照片这样子，很多的皱纹细纹皮肤下垂，这些原因都是内在跟外在造成的。所以基本上这个 L Marina Blanc 它的配方是主要来解决这内在跟外在的问题。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L Marina Blanc， 它有四个卓越的护肤效果，就是 FFRS。简单来讲，华语四个字：白、紧、亮、滑，可以给我们更白的皮肤、更紧的肌肤、更亮的皮肤，还有更滑的皮肤。OK， 所以基本上有三个科技、四个卓越的护肤效果跟五个重点的功效，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所以第一个我们看的是它的科技，第二个科技就是我们的这个红橘子复合物，英文叫做 Red Orange Complex。这个 ingredient 我们是从哪里拿来的？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这个西西里岛基本上它是一个火山岛，所以火山岛基本上它是怎样形成的？它是因为地底下的火山爆发导致那些熔岩形成的一个非常非常富有矿物质的一个岛屿，它的矿物质含量非常的高，这个火山的熔岩的矿物质非常高，所以我们在这个西西里岛所摄取的这个红橘子复合物，它的这个活性成分是比一般红橘子的活性成分高3倍，因为它是从这火山岛而种植而成的。OK， 所以这个 Red Orange Complex 是从西西里岛，意大利的西西里岛，记得意大利的西西里岛比普通的 Red Orange 要3倍的活性成分。再看我们第二个科技是我们拿这个红石榴精华。这个红石榴精华它特点有两个，一个就是它的 V 挂，一个就是它的 ABS。什么是 V 挂 ？OK，V 挂的功效是把这个红石榴精华裹了一层的这个蛋白质，叫做氨基磷脂膜。平时如果我们在吃这个红石榴的时候啊，我们吃进肚子里面的时候，我们的胃酸它可能会把这个红石榴精华的这个红石榴的这个 active 活性成分分解掉，因为胃酸可以破坏它。但是这个科技非常厉害，这个 V 挂它可以把这个红石榴精华裹上一层蛋白质保护它，去到我们的胃的时候，胃被这个胃酸破坏。直接再加多一个这个 ADF， 这个叫做 ADS， 叫做 Active Delivery System， Active Nano Delivery System， 这个就像一个 GPS 这样子。当我们喝了这个葡萄进去我们身体的时候，它直接会去到我们的皮肤细胞，它有一个导航系统，会把这个活性成分直接带进我们的皮肤细胞它需要去的地方，是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一个产品。OK， 所以它比平常的红石榴的抗氧化剂多40倍。通常我们吃红石榴的时候，我们吃的时候那个是一粒红石榴，当你拿这个产品的时候，它基本上是跟外面的红石榴你要吃40粒才拿到我们这个产品的100%的功效。OK， 所以是40:1。So， 第三个科技叫做 Collective， 这个是 Collective， 不是 Collagen。OK， Collective 是什么？基本上它是由两个主要的成分组成，一个就是 collagen 胶原蛋白，第二个就是 elastin 弹性蛋白。基本上我给一个例子，我们的墙壁是由砖组成，还有把砖全部连在一起的是那个红马灰，那个红马灰把砖连在一起，所以基本上我们的皮肤也是一样，皮肤的胶原蛋白就是有94%，皮肤还有一个叫做弹性蛋白，就是很像墙壁那个把砖连起来那个红马灰这样子，所以基本上94%的胶原蛋白跟6%的弹性蛋白一定要结合在一起使用。为什么？当我给你一个墙壁，只给你砖100%，只是有砖，但是没有
红马灰，这样子你的墙壁能稳吗？肯定不能。所以 collective 从法国来的 collective 可以给我们跟皮肤100%吻合的成分，就是94%的胶原蛋白跟6%的弹性蛋白，所以非常容易被我们的身体吸收。所以基本上我们来看呢、啊，它四个效果，刚刚我讲过 FFRS fairer firmer smoother 跟 radiance 跟 radiance。我讲华语讲到掺马来文，因为刚刚我讲了华语，哎，讲了英文跟马来文的 ，OK， 所以基本上是 FFRS fairer。Fairer, firmer, radiant and smoother， 就是白、紧、亮、滑。讲太多嘛，我跟你们讲话有时候长嘛 ，OK？ 所以啊、五个功效啊，五个功效。第一个功效是它可以为我们皮肤注入一个保护层 ，OK？ 这个功效是从红这个就是从那个 red orange complex 这个红橘子复合物拿出来的。它的功效是什么？第一，它可以帮我们全身加上一层保护层，对紫外线的保护层，可以防 UVB。OK， 这个是我们做的临床实验，可以减少 UVB， 减少我们的那个皮肤发炎高达35%。我们对大概是18个26岁到47岁的人做一个实验，所以当我们皮肤减少发炎的话，我们的皮肤就不会变黑。只要它发炎，它就会有更多的这个黑色素形成，所以我们可以减少我们皮肤对 UVB 的损害高达35%。OK， 然后第二个可以抑制我们。皮肤生产黑色素，抑制黑色素的生产。我们的皮肤基本上生产黑色素是要来保护我们的皮肤不受这个紫外线的伤害。但是这个黑色素看起来不好看，在我们皮肤就好像有导致我们皮肤有不均匀的这个色素在，特别是在我们脸颊这里。OK， 所以它看到不好看，不过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身体的自我的那个产生的这个对紫外线的保护、自我的防护的一个武器来的。当这个 UVB 进到我们身体的时候，我们有这个黑色素，它可以把 UV 把这个紫外线吸收过来，就是反弹出去，对我们的皮肤形成一个保护层，但是不好看 ，OK， 有很多斑不好看，但是鬼佬很喜欢的、啊，所以基本上这个科技红橘子复合物它有两个，第一它做什么？它先把我们全身裹了一层保护层，全身有个丁特，就很像你去做丁特这样子，给你全身保护。成 against 这个 UVB， 然后过后它再把这个黑色素慢慢分解掉。当我们身体要分解黑色素的时候，它需要这个 tyrosinase， 这个 tyrosinase 是一个酵素，它需要 tyrosinase 它可以才能形成黑色素。所以我们的这个第二个科技，这个第二个功效就是它可以去到我们的皮肤的基底层，不要给这个 tyrosinase 去生产这个黑色素，就是这个 melanin。如果直接去把这个黑色素分解掉，把它漂白，把它变白，但我们的黑色素没有的话，我们对这个紫外线的保护层已经没有了。所以这个科技非常的厉害，它先把我们全身一个裹的一个保护层，给我们全身有个保护层，对这个 UVB 的保护层，它再把黑色素拿掉，这个一定要一起。只要如果我们没有保护层，直接把黑色素拿掉，我的皮肤很容易被紫外线的伤害penetrate， 紫外线 penetrate， 我们很容易被烧伤，然后我们很大机会中皮肤癌，非常危险。这个科技一定要在一起用 ，OK？ 所以我们再看第三个科技是它可以抑制破坏我们的胶原蛋白的这个 enzyme 这个酵素。OK， 所以它可以抑制破坏肌肤的胶原蛋白跟弹性蛋白的酶。基本上，这个酶就像漏洞这样子。我们如果压力的话，如果我们接触到紫外线的话，再加上我们生理上的老化，我们身体会生长非常多的这个 enzyme 这个酶。这个酶就像刚刚我说的，就像漏洞这样子。当我们身体有很多这个酶的时候，这个 enzyme 的时候，它会破坏我们身体健康的 collagen 跟 elastin。这时就像我们喝很多这胶原蛋白的时候，就像喝去一个有漏洞的一个桶这样子，你喝你的桶有洞，就喝了就流出来，喝了就流出来，不是没有用，是浪费，喝了浪费。所以这个红石榴精华它可以去帮我们停止这些会挂解我们的胶原蛋白跟弹性蛋白的酶，不要给他们去破坏我们的胶原蛋白跟弹性蛋白，就像把这些已经有漏洞的桶补掉那些洞，所以之后补了洞，我们喝100%可以吸收100%，完全不会浪费。
OK， 所以第二个功效，这个红石榴精华的第二个功效就是它可以去到我们皮肤的细胞里面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发电厂，皮肤的发电厂。当我们的皮肤的发电厂有很多 power 的时候，它可以生产非常多的胶原蛋白。但是当我们逐渐老化，再加上这些破坏我们的这些radical 的这个 free radical 就是自由基的破坏，导致我们的这个氧化降低。导致我们皮肤加速氧化，当我们皮肤氧化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不能生产胶原蛋白。但是这个红石榴精华它可以降低我们的氧化，当我们的氧化降低的时候，我们自己生产，身体自己生产胶原蛋白跟弹性蛋白的速度会增加，所以它可以加速我们自己生产胶原蛋白跟弹性蛋白到我们皮肤够为止，非常厉害的科技。OK， 所以再加上第五个就是刚刚我讲的 Collective， 它可以补充我们身体已经流失已经没有了的胶原蛋白跟弹性蛋白，94%胶原蛋白跟6%弹性蛋白跟我们皮肤一样完的非常容易被我们皮肤吸收。 OK， 所以基本上我们这是我们临床实验的测试效果，通常都会有100%的人会用了四个星期后感觉到他们细纹跟皱纹减少，85%、78%、69%，这些全部都是临床实验在人的皮肤。OK， 然后我们还有非常多的这些临床实验的照片，再加上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胶原蛋白 Elmarino Block 在台湾是拿到这个 SNQ 的认证。SNQ 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认证，台湾的话它对这些美容产品跟护肤品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所以当我们的产品要去到台湾的时候，他们的政府要自己检测我们所说的全部这些功效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给的临床实验他们本身几乎相信，所以他拿我们的产品去做化验，证实了我们所说的五个重点功效全部已经证实是有的，所以他给我们这个奖章，在台湾全部的美容院医美诊所都可以卖我们的 collagen。OK， 而基本上我们已经得到很多的品牌保证，在很多杂志已经登出了我们的 collagen 是 best seller， 还有很多 winner 的这些 award， 再加上我们拿到法国最佳的最新最创新的抗氧化奖，就是和我们的这个 V 瓜，然后我们也拿到这个 PCHI Personal Care and Home Care Ingredient， 这个奖章就是非常的好的认证。当我们得到这个的时候，就是说当你在吃这个产品的时候是不需要任何的 prescription，所以基本上你吃多吃少都对我们身体没有伤害，为什么它是 100% 安全跟天然的，再加上我们拿到这个 eye primer， 从法国的 eye primer 在制作过程之中是没有添加任何的防腐剂， 100% 天然，还有 100% 不可以有对这些海洋受到威胁，才可以拿到这个 eye primer， 还有最重要的是 GMP， 还有 100% 的哈拉。OK， 所以基本上我的分享到此为止，希望大家对我的分享过后可以听得到更多对这个 Elmarino Block 的重点，然后去外面跟大家分享这个产品，谢谢大家。